你现在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你是这个啊？对。对。你是红色的，那他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知道这里红色的在哪里。我要去拍照哎。哦，好，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要来这里吃饭了吗？爱问门。煮饭的地方是哪里呀？煮饭的地方。煮饭不是在这里呀、啊，这里是吃饭的地方。它呢？然后用这个。这是咖啡机。怎么会变形金刚啊？哦，那是咖啡机耶。刚刚怎么可以变形金刚？要按哪里呢？你要先研究一下。嗯。要按哪里耶？为什么刚刚可以转弯？哦，把它用坏了哦，锵锵，用回去了。又变两半，你是神力女超人。老板，有人把它用坏了。